假如你的老师是00后十五。哦哟，咱班男生这是咋了？怎么都软趴趴的呢？上节体育课刚跑完1000米测试，当然没精神了。才1000米而已，就累这样了？你们男生到底行不行啊？就你行，有能耐体育课你别请假呀。行了，都这么没精神，那这节课让你们睡会儿吧。嘿嘿，我也睡会儿。Nice， 我咋瞬间就不困了呢？是吧？王者峡谷走起。玩了3年还是青铜，真是人菜瘾还大。老师，李梦婷说你游戏打的菜。我可没说老师，我是说你菜。我天天和老师一起双排，你说我菜不就等于说老师菜吗？好像有点道理哈。李梦婷，咱俩solo一把，如果你输了，语文书抄200遍。来就来呗，谁怕谁呀？哼，上当了吧？好啊，居然敢带手机来学校，没收！哎呦我的妈！老师你套路我！